德国总理肖兹原来上台的时候，他采取的路线是对中国要去风险，也就是接近美国的贸易经贸政策。但是在上礼拜，他率团了十多个 CEO、三名部长访问了中国。当时人们说他是续前缘，也就是续了梅克尔的路线。可是他一回到国内没有多久，动手开始抓埋伏在德国内部的中国间谍，原因是什么？待会儿回到文倩的世界周报欧洲版。